脚踏车真简单，问题是脚踏车精英的。Oh shit！ 哎、欸，哦，地板有地雷、欸。Oh my god！ 好血腥哦，这游戏。Oh my god！ 好多多，好慢哦，都两万多米呢。使用推进器加抬起前轮，在小斜坡上做一些特技。What？ 赖瑞有点难控制耶，赖瑞。Oh God！ 733名，为什么从3万名直接进步到700名呢、啊？大家都已经放弃了吗？哇哦，后面有妹妹，我有妹妹。Oh my God， 妹妹！我的妹妹死了！等一下有地雷，看，shit， 压车啊！胜利者永不放弃！我靠，怎么那么多地雷？哎，那些人怎么会去碰地雷？我要慢慢骑。有大炮！这关根本靠赛吧？妈的，这关是靠赛哦！太优秀啦！这怎样？怎么会有轮胎坏掉的、啊？记录重来。哎 ！Oh my god! What the fuck this shit? 荣耀属于我。等一下，我女儿在干嘛？她在帮我哈吗 ？Oh my god！ 我女儿的头不见了。我干、哦、好痛哦！赖瑞，哇，我在飞耶！哇，脚断了，比较轻了。这只要过，真的有点难嘞。进去那个洞 ，You can do it！ 爬起来，爬起来。高科技耶、欸！干，这只太强了吧！这只根本吊打赖瑞啊！哎，为什么这样太死？很脆弱哎、欸！这样还没死耶、yeah ！这跟最快几秒啊？21！操！
完了 PUBG。What？ 男子汉。新欸，这里有 bug 欸，这里怎么会死？我要换角色。啊！断了一个手。哇，全身都断了。哎，我等一下再冲好了。二次，儿子，你不要卡我，儿子！赖瑞，你可以的。哎，赖瑞，你怎么那么脆弱啊？这直接铁头功撞下去了啊！嗯，敢差一点。看你老师进，泰瑞没事的，你的脚还在。我靠，这个开飞机的技术也是有够好的。我想骑车，我直接在它下面上身，怎么有个炸弹呢？越玩身体越热哎，脱外套，稳了，这次就过了。过了是过了，但是被告死了。彪！啊！小龟到底放弃了没？我这么慢，还有800名呢。那你还没放弃？脚踏车真简单，问题是脚踏车精英的。中间怎么有人在飙车啊？没那么衰吧？一分零九哎，好快哦！哎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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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靠杯子怎么躲啊？飙！甩！嘿！一马打！也可以，冲啊！嫩，呼呼呼呼！我一直在玩命呢、欸。我看有路人被告死了，他脚没了，还在走路哎、欸！我的天 ！Oh no！ 哎、欸，骑中间就好了。55秒？哎、欸，是怎样、啊？我靠！我靠！杀人啦！警察！哎、欸，
你们修小鬼哦，他是要载我去终点是不是？不行，我要压车。哇靠！你那开到飞起来。儿子再见，变快了，变快了，他跟不上。绕小巷，绕小巷，进来啊！哎，我转弯，我在转，再来个压车，千万不要随便压车啊！真当我特技组的耶，哎，这样也死，看，冲嘞！哎，这么帅，结果死掉，来个特技。你怎么死了？靠背被夹死，43。这次一定行！有了，要连过两道，这个这么鸡巴的门是怎样？哇，碰不到！哇，我的卡外卡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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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，哎，渡掉卡撑，碎，要四十哎，嗯，停。走这条应该最稳了。别别别别别别别！那你车子有点多呢，儿子。嗯？我飞到地图外了。感觉不能用看的，这直接靠赛比较快。这是什么？儿子，你老爸头上有大便。哇！拜托让我踩到那个记录点。尤里，怎么突然跑出一个尤里啊 ？What？ What？ 这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！直接压车过去，太难了吧？大便头司机。这个好滑哦，这个地板超难骑的。哎，我的脚踏车卡进去，不要丢大便。事实证明，大便会杀人。
听这个声音应该很痛哦。这关是不能骑脚踏车，这关我绝对不能骑脚踏车。这关他用脚踏车，好，那所以他有过吗？这不可能啊，这被射就射死了、欸。操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要利用那个山坡，我先在这边停下来，让他从我头上飞过去。看来是不行的。干你老师！好！哎！这关脚踏车太难了吧？我可能要绕一下再进去那个第二个黄点。我刚差一点从他车底下钻过去耶，不行，绕路耶，绕路就被弓箭射到死。到底是哪个神经病会用这关用脚踏车过这关啊？所以尤利有过吗？没有，靠背，我觉得不太可能耶。哇！再让我试一下，我快放弃了。我是不是要先故意右转一下骗他？嘿，不可能！这个到第二个点，他妈还要第三个黄点呢？我看一下。根本不可能骑到这里就被射死了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过。我觉得不可能脚踏车过，哇，完全没有记录点，这怎么可能脚踏车破啊？哎呀，这被勾到会怎样啊？我都没有被勾过哎、欸。哇，所以有了，儿子没了，轻松。哎、欸，靠背这边是不是没有儿子不行啊？真的、欸，有儿子轻松过哎、欸。星光大道，看，难道？哎、欸，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我直接被丢死哎、欸！我儿子下去玩了，睡。靠，像是过定的，怎么我怎么好像告到什么东西啊？然后自摔就死了，这是怎样？猜哪一只会爆炸吗？我靠！一分五十一，哎，我刚刚我的头被拉哎。
三秒？怎么可能？怎么神经病在这边练这个？